知道我刚刚在后台学了几招，一定可以吸引到我们的伦伦。伦伦，来来来，看我先跟我招呼。好，来，您先请坐，坐这坐这。好，谢。好，把你右手给我，右手。好，变成拳头哈 ，ready 咯。好的。好，预备 ，go。掌声鼓励鼓励！竟然有这招，不错吧？用拳头？对啊，还可以弹？对呀、啊，简单吧？还不错啦，可是就有点小烂，知道？什么意思？就我要专业的。耶，行，我不专业好。刚刚我不是跟你说我在后台学了几招？嗯哼，我刚刚跟两位美女学的。是谁？说说。刚刚介绍帅哥，现在要介绍美女了。两位哦。嘿，他你知道他们要干嘛？你说。他们也是要用拳头弹。哈？骗你的啦。啊，人家呢是要用四只手，四手连弹。四手这么厉害？对。啊？专业的，跟你说专业的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来欢迎。欢迎。四手连弹。钟德鑫以及吴振荣，掌声欢迎！